郑俊宏对 DBC 执笠咁突然。郑俊宏、胡鸿钧等一众歌手日前就出席香港流行音乐 MV 颁奖典礼。身为无线艺人嘅郑俊宏当日首次现身 Viu TV， 被问到可有事前向无线申请，佢就话：唔知喎，呢啲公司老板负责咗噶啦。系啦，呢啲公司安排啊，就应该系啦，大家都知嘅。咁我唔知道有冇。cut 到應該冇嘅，因為預先溝通，預先溝通咗嘅。咁今次係 MTV Awards， 咁我諗就冇計劃，呢個台嗰個台啦，我哋做好音樂類樂壇，出一分力咁啊，幾好 ，OK。此外，談到 DBC 數碼電台即將終止營運，鄭俊宏表示早幾日先去到該台宣傳，仲聽講該電台原本打算舉辦音樂頒獎禮，但依家收到結業消息都覺得好突然啊！早幾日先去咗嚟，我都唔做 ，feel 唔到有啲咩問題，個個又好開心到去，所以係咯，等我了解一下先。係咯，因為之前都聽講佢哋可能會諗住搞頒獎禮啊嗰啲，哦，仲以為哦應該幾好喎，咁但係都幾突然，都幾突然。